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个自己生存的不知第几集了，已经又是。根据上次的剧情呢，我们呢这里呢是有一条东西搭过来的正常来。我经我三思之后，我认为是用木是最好的。我是不知道我几时有三思过。是啦，是非常之好的。是跟政府高官没什么分别的。是啦，那我们继续啦。其实用翻木会唔会好啲？值得三思。唉，求其啦，睇下先，咁样摆。哇，有啲甩机啊！你，唉，今日咧就系放完新年假嘅之后嗰一日，睇。而家又要翻学，唉，真系阴功！你哋翻咗学未啊？认真，翻学唔系一件痛苦嘅事，系绝对唔系痛苦嘅。认真，你话我讲错，其实我认为冇讲错，唔系一件痛苦嘅事，系一件非常之痛苦嘅事。啊，咁样先啱，即系咧，你用痛苦呢样事系完全系代表唔到我哋嘅苦衷嘅。即系如果想认真咁样去面对我哋嘅苦衷嘅话咧，咁我认为咧用我嗰个字咧会比较好啲，系啦。嗱、啊，有只蜘蛛佢系新哥入伙啊，送嘢啊。佢呢个系太哎，哇！避开 Matrix 袭警，系得啦。好啦，你今继续。做翻上一集要做嘅嘢啦，咁我又揿错掣，我系要揿呢个一个系啦，应该要好少嘅啫，跟住之后就要无限废咁啊，又唔识咁多喎，因为我要用少少用哇，喂，叻机叻机。我唔要咁多啊！你俾咁多我做咩？啊！依部电话真系亏亏地嘅，有时真系会唔会高得滞？好似又好似高得滞，唉，好难衡量，连自己亦都分析不到。我想低一格可能会比较好啲。跟住一直咁样跟住呢条呢个生产线咁样过去啦，咁我呢度啲石摆上去，抌抌上去，抌抌落去，睇下先，唉，咁样继续横行，打横行，我认为咧，我应该整条楼梯上。佢先嘅，嗱我就谂住咧，迟啲啦喺度整个楼梯位，嗱咁迟啲搵一个地方咧就做厕所位啦，咁跟住搵一个就系支持嗰啲咩政治立场嗰啲位啦，我认为因为几好嘅，但系虽然我系唔会做，因为我都知道 YouTube 肯定 ban 我噶，你知道 YouTube 噶啦，好中意 ban 人嘅，嗱我冇讲过任何嘢。嗱，几好，手掣其实系有好处，就系、是、可以咁，系啦，啱啱好呢个位，继续做得好，我唔知道有冇偏哎。冇嘅系，我先呢个测试证明咗系冇偏差嘅，非常之好。睇下先，笃系啊，睇下先，再笃，睇先。Please.
哇！其实突然间 AD 啊哇，死系咁样摆，哇！叻机喎，我而家真系不分清，冇难分左定右啊！而家，哇！好叻喎，突然间，睇下先，我而家点咧？我而家就咁样，我冇呢个位啦。我而家争一个 block 嘅，都难分阵如噶，系啦，得，睇下先，继续行后两格，睇下先，得，得，w dot dot，YouTube dot com，得，哇，我真系。玩到手殘，我覺得依家屋最難起嘅地方就係依度，應該冇可能唔喺呢度。人哋講我唔會認為唔錯，啊起好啦，當後邊兩格，好啦，搞掂，最後就上凳。好，我係唔記得咗啱啱頭先用晒嘅。非常之好，擦灯，系边个要样衰啊？就你啦，咁样衰，佢呢度搭几眼，我好 hea 真，睇下先，就系咁啦，咁呢个出边个露台可唔使搞啦，跟。但我谂紧系咪石墙好咧？跟住上边嗰格咧，我就谂住用石头嚟嘅，因为冇钱先啦。咁最紧要，好穷嘅啫，成日都俾人话有钱嘅啫，不知所谓。即系李嘉诚嗰啲咪？如果李嘉诚话穷嘅话咧？咁啊，我真系好难估计到世界会发生咩事噶啦。咁正常嘅人咧，都会即刻冲入去拎手，唔系拎冲入去，系即刻咧去咧向佢哋咧就问下佢系咪真有钱啦、啊？真系冇钱啦、啊，跟住之后打劫佢屋企啦，睇下有冇钱啦、啊。我冇讲过任何嘢，我冇打劫边个屋企啊？话说，真系好难估计啊嘛。嗱，我呢个冇出过街，对唔住。睇下先，我继续起，跟住问候下阿成哥，睇下系咪真系冇钱咧？呢个真系好重要。如果佢成日话，如果佢话冇钱，我真系冇人会信咯。即系我王子华话冇钱咁，我反而会信信地啊嘛，大佬，佢都话晒系毒药嚟嘅喂。咁佢拍咁多鬼片，赚都系正常。香港人已经冇咩人睇鬼片噶啦。真系都睇鬼片，美国嗰啲啊，冇计咯，美国嗰啲，哇，识360个啲头，哇，好惊啊！唉，所以香港嗰啲得阿罗兰姐咯，得翻阿子华喺度撑得住咯，但系睇佢个样，应该又唔会翻去去做翻嗰啲噶嘛，咁冇人讲噶嘛，所以鬼片咧，真系认真，真系好难搵到食。所以咧，有边个老细咧想拍鬼片嘅话咧，我唔介意啊，系啊，我唔介意，我觉得唔错。好，继续，咁跟住点咧？呢个位我就全结终结咗佢啦。先，我除咗分一层过定两层过，好似九龙塘嗰啲楼一层过啊嘛啲。即系我成世都住唔到九龙塘嗰啲有钱地带啊，冇钱噶，穷啊，先，呀，搞掂，博升一，哇，好难做嚟噶呢种，我谂紧呢边点样规划咧？呢边有啲难。搞掂，搏搏，
唉，插翻去，唉，其实我认为我应该起翻一个纪念阿仙奴嘅地方，纪念佢伟大嘅03、04季，我觉得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。跟住整一个 Big Six 嘅排名，跟住第一句Manchester City，跟住咧嗱，我肯定今年嘅英超肯定系 Man City 领嘅啦，冇得玩嘅啦已经。唉，阿仙奴始终都系排第六，仲衰过上年好似都系排第六好似，我唔记得咗。唉，阿仙奴风光不再，唉，真惨。搞掂。哇！我真系铺呢度都铺好耐啊，黐线。好啦，你其实今集咧都嚟到差唔多啦。起屋咧，我哋起咗成3集，再加一个植物。嗰个直播好似系主要都系嗰啲咩啊，收集资源嘅啫，冇乜嘢嘅。唉，回想起那年阿仙奴的日子，多么美好。唉，好啦，我哋今集就嚟住咁多先啦，我哋下集咧。先再見，我哋嚟住咁多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